杨朱曰：万物说义者生也，说同者死也。生则有咸于贵戒，是所义也；死则有臭腐消灭，是所同也。虽然咸于贵戒非所能也，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，故生非所生，死非所死，咸非所咸，愚非所愚，贵非所贵，贱非所贱。然而万物其生其死，其咸其愚，其贵其贱，十年一生，百年一死，人生一死，凶欲一死。生则尧舜，死则伏古，生则桀纣，死则伏古。伏古亦已，孰知其矣？窃去当生，岂成死后？杨朱曰：伯夷非王欲，今清之由以放恶死；斩鸡非王情，今称之由以放寡贞。清真之物，善之若此。杨朱曰：原献蝼于鲁，子贡之于魏。原献之蝼损生，子贡之侄累身。然则蝼亦不可，侄亦不可，岂可焉哉？曰：可在乐生，可在益身。故善乐生者不蝼，善益身者不侄。杨朱曰：古语有之，生相恋，死相捐，此与至矣。相恋之道，非为情也。禽能使役，鸡能使饱，寒能使温，穷能使达也。相捐之道，非不相哀也。不含诸欲，不服文景，不臣牺牲，不涉名器也。燕平种问以养生于管夷吾。管夷吾曰：四之而已，勿庸勿欲。燕平种曰：其目奈何？夷吾曰：四耳之所欲听，四目之所欲视，四鼻之所欲向，四口之所欲言，四体之所欲安，四意之所欲行。夫耳之所欲闻者，因声而不得听，谓之愚聪。目之所欲见美色而不得视，谓之愚明。鼻之所欲向者，娇兰而不得嗅，谓之愚颤。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，谓于一智。体之所欲安者美后而不得从，谓之愚视。意之所欲为放逸而不得行，谓之愚性。凡此著于废虐之主，去废虐之主，熙熙然以四死。一日，一月，一年，十年，无所喂养，居此废虐之主，戮而不舍，戚戚然以至九生。百年，千年，万年，非物所喂养。管夷吾曰：吾既告子养生矣，送死奈何？燕平仲曰：送死略矣，将何以告焉？管夷吾曰：吾故欲闻之。平仲曰：既死，请在我哉？粉之亦可，尘之亦可，夹之亦可，戮之亦可，依心而去诸沟壑亦可，滚于袖上而纳诸石川亦可，为所欲焉。管夷吾故谓鲍叔、黄子曰：生死之道，吾二人尽之矣。